Hello，你好，我叫 Stephanie，我是2016年 join Daniel 的 class 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花6个月时间来做那个 demo account 来练习，然后慢慢练习过后，我觉得哎是可行的，然后我就放真的钱进去那个 live account， 我 start with 10,000块美金，然后我就练习，也就叫真的 trade 进的真的钱。然后 trade 了一年过后，我 monitor 我的 return， 我发现到我赚了45%-50% return 一年，所以是很好。因为我是本身来自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的，我是帮 Malaysia 的顾客 manage bond funds， so compared to 我真正的 9 to 5的工作嘞，这个 50% 真的是很好 fantastic， 好过我的公司的人赚的比他们赚的还要更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行，然后也很可靠。然后我有经历过一次股票的 panic， 就是在2018年的2月，一发生的时候我是很紧张，那时候一起身我就看到这个 panic， 我很怕，可是我就 follow 那个 Facebook 的group chat， 然后我就看那种 senior 还有 Daniel 老师怎么样教我们要做什么 repair，我就跟着做，然后都很清楚的。然后我跟着做过后，我发现就是在那3天 panic over 过后呢，我反而赚了更多钱。我反而有 panic 的时候是赚钱的机会，是真的。我在那个 panic 我赚了3000美金，所以是真的很好。我很喜欢这一个整个 program， 是因为它给我那个时间上的 flexibility， 我不需要花这个 9 to 5的 job 的时间去赚这个钱。我觉得很好，我一个有家庭的人，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。